来，现在是 Y 单狗吧，对 Y 单狗，我讲话声音都进来了是吧？好，那就用这个办法走动一下。这棵树啊叫做缠人树，你看它这个枝儿出来以后，它要马上缠到这张椅子上。我们可以过去剪掉过几次，它本来要缠在这个小松树上的，这小松树挺可爱的，现在长这么大了啊，非常，你看新的叶子长出来，叶子新的叶子就表示说呢，它非常的高兴，生活的非常美满。你看这个缠人树啊，我对不起小松树，我得把缠人树照一照。你看，你看它现在，它这个枝叶都出来，看见没有？哎，它就是，它要缠了。它计划呢，这个叶子这个枝儿，看到吗？你看这枝出来，它要缠到这个椅背上，啊，这个椅背上，它还开花。它现在，秋末、春末。应该是夏末，秋初吧。你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很可爱，这个我管它叫缠人树啊，见着谁都叫缠。